赏花热点的竹子湖，在阳明山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就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区。国家公园想保护自然生态，农民需要顾好生计。花的话，就是你还是要漂亮，要美观啊，人家才会来买啊。想要友善土地，如何以最小风险徐图环境？一项田间试验正在进行。名副其实的花团锦簇，季节限定的缤纷花海，连日阴雨难得放晴，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真的很高，对，真的很高，真的很棒，而且很茂密。十年前来的时候，它的规模没这么大，现在再看跟十年前的对比，就会觉得真的很值得一来。十年前，因为批发价格不好，花田主人曹永成是竹子湖第一个转型休闲观光的花农。十年后，这里有16种不同的绣球花，30多年前种的元老绣球花还在绽放，苗圃里还有新引进的品种。这个品种是往荷兰进来的，我们叫做荷兰品种，它的名字叫做丑角，紫蓝色的哈，它会有双色的。它是紫蓝色捆白边的，我们这个完全是用有机肥在别的，这批没有用到化学肥料，我们是用有机肥。啊，就是我们这上面这一批哈。当年那位带头转型的农民，如今依然勇于接受挑战，答应女儿参与一场高难度的试验计划。因为我们家场域比较大嘛。那我其实是划分一区来做实验，那整区还是用以前的方式，因为这样子我爸爸也比较安心。对，曹先生选择已经适应竹子湖的绣球花参与试验，这场试验起因于阳管处的环境友善产业伙伴计划。我们一开始会选择竹子湖地区，这是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物种，就是赤腹游蛇。我们是希望能够来去保护这样赤腹游蛇的基地，像在农田种植的时候，如果它是水田的状态，其实它本身就会形成一个围栖地。我们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保护这整个栖地。海拔高度大约650公尺的竹子湖，气候冷湿多雨，土壤肥沃。日治时期种植稻米，后来转种高冷蔬菜。1970年左右改为花卉，以色彩丰富的绣球花与清新洁白的海芋为主。2011年开始转型观光，初春赏海芋，五月赏绣球花，为竹子湖引来大量人潮。花要美，游客才喜爱。要让花开得美，农民会使用农药与化肥。对于水土和生物也带来伤害，农业与保育的矛盾怎么化解？第一个困难的部分就是，这些当地的农民其实一开始还是会对刮风有些抗拒。那第二个，他也面临到人口老化，所以他们就第三个，他们就维持惯性农法，所以他们就是使用除草剂啊，使用农药，好，这样子他们最节省人力。因此，阳管处邀请曾经在太鲁阁与玉山国家公园成功协助农民转作有机的慈心基金会来帮忙。以花卉来讲，这个美观不能有病虫害，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像我们食用的农作物，稍微有一点虫害危害，消费者还可以接受。如果花卉有一些病虫害的损失，它可能是整季都会影响它的观光收入。其实我们刚开始也不期待一下转到全有机，我们觉得可以用这个安全用药，可以用这个减药的模式来试看看。根据台北市产发局的资料，竹子湖的海域栽种面积大约10公顷，绣球花7公顷。目前整个竹子湖有20多户农友。我们也知道说花卉要转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样。
那也做一些初步的访谈之后，发现说其实大部分农民都蛮担心的，而且他们也觉得不太可能说做减药啊，或者是到转做友善这样。访片农友最后只有2户参加，试验田面积加起来0.086公顷。除了经营绣球花的曹先生，卢先生则是海芋与绣球花都有。冻伤，这个就是冻伤的坏掉的，这个是冻伤坏掉的。像我每次下雨什么，我们这个花都会损失了，然后都要夏天整理，拍起来看起来才会好看呢、啊。花田嘛，大家都会来这边嘛。啊，如果说友善就是减药嘛，最主要是我们要减药，就是我们自己也在这边，然后你喷药喷多了，客人来赏花啊，也是会吸到这个药的毒害嘛。阿布家呢种的是什么花？你们看到现在是什么花？白玉花。那如果说透过另一种方法，但是维持在花一样的水准的时候，我希望是可以让爸爸慢慢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以后我们的农田也会越来越永续，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家公园也希望尽一份保护这个土地的责任。花卉怕病也怕虫，红蜘蛛、蓟马、蚜虫都会来，惯性做法要处理不同的病害或虫害，就必须使用不同的药。它就是如果说被虫咬到吸到，就刚刚讲的做蚜虫啊什么去吸到它之后，它的刚才讲人会缩起来，它整个就不能开，就没办法开，所以很丑很小，然后那个花就会更硬硬的，哦，真的不漂亮。海芋的话就是传统的农药会比较没那么多啦，哦，只是绣球花的传统做法农药一定要的。它越喷它会有越有抗药性，抗药性之后你越没办法治它，所以你一直要时常换药。慈心基金会过往辅导转型的作物没有花卉，花卉生什么病，需要什么营养，可以用什么天然资材来因应，一切从头摸索。就是我们有在试验，现在用那个石灰硫磺合剂啊，有天然的天然剂啊，来除这个病虫害，像螨类啦，啊，还有那个蚜虫类啊，都可以。就是这个糖蜜，那、啊、这个是豆粉，这豆粉，豆粉，这是纯天然的豆粉啊，先下，然后豆粉先搅拌之后，再放我们这个蔗糖，蔗糖最后再放这个我们这个菌，这样子。这是什么时候做的？是三天前吧，三四天前。好，你看火山，它的有没有变臭？没有没有，它味道都很香。然后你看它现在在冒泡泡，哎，那表示它有做成功。哦，就这个就准备要用绣球花的。好天气的时候，对，好，我们就准备下雨。好好，五六七月份就是他们虫病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农友以往都是喷所谓的有机磷剂跟合成除虫菊类，那我们就是改使用将降低毒性的部分，就是改使用微生物制剂，请他们制作微生物制剂，有设计的就是一套的综合防治管理计划，这样子就是专门为他们一对一。加入试验的第一年，海芋还在适应，花况不够理想。今年进入第二年，花开得好吗？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慢慢已经变得数量有追上来，但是花的形状可能还没有以前传统我们的做法的这么漂亮花型。那当今年的时候，整个花型抽出来的时候，发现其实也不输以前以往的那种花的花苞的样子。因为有机易肥当中的氮肥比较少，卢先生的海芋叶面稍微偏黄，还好不影响开花。花朵的数量、形状都与惯性农法不相上下，代表这套方法对海芋来说是有效的。什么草呢？鸭舌草。躲在海芋之间的鸭舌草证明环境改善了。这个就是水珍珠的指标哈，鸭舌草哦。如果在南部的话，他们都说可以吃了，就是这个叶子啊，它有没有像个鸭的舌头？哦，它叶子可以吃，这样，有时候拔叶子去吃。
啊，它是水生植物的指标，好的环境跟好的田才会有这种动物。来访的动物也明显变多。因为我们是水田嘛，那免不了会有水生动物嘛，哈、哦。水生动物的话，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赤腹游蛇，哦，是二级保育类的。台北树蛙啦、中国树蚕啊、护斑蛙啦，我们这边都有。还要变。哎，对，还要变。我们是尽量要减药，就是把药尽量减少，慢慢减，慢慢减，看不能说跟土地啊共生共荣啊，啊，每种植物都会，每种生物都会回来。对。相较于海域，绣球花的病害与虫害问题更复杂。曹先生的试验田区去年遇上棘手的红蜘蛛，今年五月的气温比往常低，没有严重的虫害，花朵顺利绽放。去年的我们试验田的减药比例就达到75%，那今年目前的用药状况就是成果更好，就是目前是还没有用到半剂农药的。有一个雌性猴子的这灰吼，肥料也蛮不错的啦，因为它今年我们肥料有施肥两次，喷药的话，它是雌性那个药是无毒的、无菌的、无毒杀菌的药，喷一次，只有这样而已。啊，花开出来的话，是差不多一样那么都会那么大。没有参加试验的田区，今年曹先生也主动减少施药次数。另外那一块的，我们喷农药，今年才，往年去年的时候，现在喷差不多4次5次，今年才喷2次，都还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才喷一次，今年还最少的农药就是今年。曹先生的花田位在竹子湖的下湖，而田区位在顶湖的卢先生，因为海拔高一些，气温比下湖低，绣球花还没全开。来来来，真正的花是这个才叫花。这个才是花，原来如此。啊，这个才是它的花，小小这个啊。对，目前的话，不知道是空气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有病菌，哦，就是有病菌害，都比去年多病菌害，这种就是菌害啊。叶子边缘有点黑。对对对对，有圆圈的，还有跟从叶边啊，叶边这样子进去的都是菌害。啊，然后有圆圈的是一种炭疽，这种圆圈的一个黑黑的圆圈的。今天喷的就是微生物菌，有一些病菌啊，它一方面它可以做肥料，一方面它可以抑制一下病菌。这是我们上礼拜有看到的那个炭疽啊，稍微可以防治一下这样子。外面的蜂没找到成虫。花季期间，每星期都会来访的雌性专员，在曹先生试验田区的紫色绣球花上发现春象。抓到了吗？抓到了，抓到了。今年会长出来花吗？那因为就是春象刺吸过后，它就会枯掉，那今年这边就不会再长花苞。努力两年多，有一些好现象，也有亟待解决的难题。现在只在试验，如果说成效好的话，搞不好农家会相继加入，也不一定。就是先踏出第一步。对对对，踏出第一步。两位打前锋的花农，希望各项疑难杂症都能找出应对之法，证实天然资材是可行的。接下来才能推动整个竹子湖转向友善耕作，这个方向不但对当地的环境有利，也能改善大台北地区的饮用水。过多的农药或是过多的肥料，那它到土壤里面之后，它会透过雨水或是水的一个渗透，是会影响到溪流。那很多大台北的饮用水都是来自阳明山的国家公园的一个范围内，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减药跟不使用化肥的这个部分，来使这样的一个化学物质尽量减少到进入我们的饮用的河川的一个里面。海域的花语是洁净，绣球花的花语是希望。这场花田试验正为竹子湖带来微小而又重要的改变。